2019年中华职棒年度奖项颁奖典礼，万众瞩目最有价值球员奖由拉明狗桃园队野手朱玉贤拿下，而朱玉贤为年度安打王、全垒打王，表现亮眼，职棒生涯第四年抱回年度最大奖。其实能入围这个奖项，其实就很开心了。就是然后，其实我们这个队其实。不管谁打得好，谁打不好，其实我们都是互相去鼓励。就是当球队有遇到状况的时候，总会有一个人适时跳出来，就是很开心，大家都是这样子互相去 cover 彼此。其实年度 MVP 入围的都是拉明狗桃园的球员朱玉贤、林鸿玉和陈俊秀三人形成内战，最后由朱玉贤抱走个人南瓜三大奖，是大赢家。另外年度最佳新人则是由拉明狗桃园快腿陈晨威拿下。而世界十二强赛中华队也举行壮行仪式，中华队选手全员到齐，要力拼2020前进冬奥。